普通嘅一部菲林相机咧，喐下都要成千蚊啊！如果你平时系冇乜点影开相，但系又想试下菲林相机系咩感觉嘅话咧，我谂呢一部机咧就啱你玩啦。每部相机都会附送一条相机带和一粒电池，另外还会有一个可以拍到24张相的 35mm 菲林。随机附送的这个菲林就不算得上很漂亮，如果你想用这部机去拍一些更加漂亮的相，就可以另外自己再出去买一些更加高规格的菲林。他们就梗是不可以跟一些专业的菲林相机相比啦，但是用一个便宜的价钱去买一部傻瓜机玩一玩，又或者是送给小朋友等他们接触一下什么是菲林的话，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